这一条老实说基本上都没有在用过，可是我不晓得，我就不是看好航空城，因为他既然那条跑道本来现有的就有，他其实大可在用，然后这边就可以修一修就变黄线，也不用再花那个钱在那边再盖一条，而且他们桃园一定有啊，是这个我们就算我们电视台没办法做，因为那个一定会出，我觉得。